我的玄动指呢？你说什么？你把我的武器带到哪里去了？不在我这里，在哪里？在老师那里，我拿了，明天给你送过去。明天晚上。 萧家子弟回去，倒是给宗主备一份好礼。我会去找他的，不用麻烦。把我朋友放了吧，东西我都给你拖过来了。不跟我走，你就陪他一起死吧。 第二式。 大人说话果然都不算数的。 折腾你吧，你说呢？都被倒挂一天了，腿都麻了。没事吧？要不要我背你啊？你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厉害？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那个有时候灵，有时候不灵的，别问了。
不用尺子，你就形同废物。打架奉陪，要，就别吃了。觉得校规没用是吗？两位，在里边好好打啊！萧炎哥哥，我来给你送碗汤。那个林修牙说你在宴会上没吃饱，我就给你炖了只鸡。你在里面受苦了。哎呀，不难受，穿可舒服了。好了，你就回去吧。我的呢？韩帮主啊，我不知道啊。学校没有给你们统一送饭吗？你下次过来带两份啊，回去吧。喝汤这么大声，穷人家的吧？是啊，在来江南学院之前，我就是一个药铺伙计。你不是乌坦城萧家的吗？五大家族，我最烦这个，哪来的天生优越感？我们外姓人就永远不如你们，是不是？谁说的？你们老生不是逮谁都欺负吗？还五大家族，我要是稍微弱一点，早就被你打残了。你有在乎过我是乌坦城萧家的吗？这倒是，可我就觉得奇怪了，你几姓啊？本来是一星斗师，在擂台上与你们一战之后，侥幸进了阶，三星斗师了。我可是三星大斗师，三星，我应该闭着眼揍你的。大家请看，这阴阳鱼的后边，就是打坐练功的地方。如果有喘不过气的同学，可以先上去。瞧你们这点出息！这塔总共九层，这才是第一层，越往下越热，越需要你们的斗气，与之抗衡。你们倒好。还真跑了。知道为什么这么热吗？这底下是个火山，还有斗帝他老人家当年在底下封印了一条火蛇。在这里修炼一天，相当于在外面修炼一个月。我建议功力弱的可以先从顶层的房间开始修炼，难度也没那么大。当然了，水平高的同学当然是无所谓了，对吧，萧帮主？不敢当，不敢当。